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百科太太。今天小编要跟大家介绍一种对女性很有益处的水果，这个水果就是牛油果。为什么牛油果对女性很有益处呢？牛油果呈饱满葫芦形，它的中间带有一粒果仁，构造上有点是怀孕妈妈的子宫。经常吃牛油果能够保护女性的子宫和子宫颈的健康。研究表明，女性每星期吃一个牛油果，能平衡雌激素和防止宫颈癌。其实，女性子宫出现异样与体内雌激素的不平衡有直接的关系。只要调节体内雌激素，子宫也会变得更健康。牛油果里面的高脂肪含量也非常有助于卵巢的健康，而且它里面的脂肪主要是不饱和脂肪，是人体非常需要的，而且非常容易被吸收。经常吃牛油果可以有效地帮助身体维持良好的生殖健康，因此适量吃牛油果能保护子宫的健康。卵巢子宫的健康是女人美丽的泉源，子宫保养得好，人自然健康又美丽，皮肤就会看起来红润饱满，看起来比同龄人年轻几岁。牛油果中也富含了许多对胎儿的健康和发育的关键营养素。牛油果是维生素 E 的极好来源。研究表明，这种维生素有益于改善子宫内膜的功能，帮助胚胎着床。它还富含叶酸，女性怀孕期间摄入能帮助减少出生缺陷。奇妙的是，牛油果从开花到成熟结果的生长期也恰恰是9个月。除此之外，经常吃牛油果也能预防皮肤衰老和起到养颜的功效。牛油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、 蛋白质和甘油酸，以皮肤的亲和性非常好，具有一定的美白效果。牛油果中也富含亚油酸、脂肪酸、镁、维生素 E 等成分，可以增加皮肤细胞韧性，进而延缓衰老。还有牛油果果汁不仅有着强大的锁水保湿功能，还能促进皮肤毛细血管循环和细胞再生，从而减少皱纹。此外，牛油果果汁中富含的肉桂酸酯有助于肌肤对抗紫外线，延缓过敏和炎症。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，牛油果虽好，但是不建议大家过量食用。牛油果毕竟属于高脂肪食物，食用太多也会导致肥胖，建议大家一天不要食用超过一个，其实每天食用半个就已经很足够了。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，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哦，也记得按下小铃铛，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视频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拜拜。